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是不是觉得天气冷我就安分？天气越冷我越不安分，我跟你讲。现在我们来搞一窝蜂，好大的，人家我爬上去，然后就因为上面那个树顶呢，那个树太小了，爬不上去，就只能把它给砍掉，然后就砍掉伸出来的那点，然后等一下掉下来再抓它。我们现在已经穿好衣服了，穿好衣服准备就爬上去，等一下呢会记录这个爬的这个全过程啊。等帮我们穿衣服的那位朋友走远了先，我们就开始爬树。因为呢这个是杀人蜂的，你只要一碰到这个树根这里，它就会全部攻击下来的，很多。这一窝蜂很大，在上面我们刚才在外面看的时候都已经外面有很多蜂在外面飞，等它走远了之后我们再爬上去休息一下先。这个窝没有烂多少，就烂了一点点。这我们准备把旁边的锯掉，还得把它打包进袋子里面去。这一窝有点大，现在我们已经下来了。这个呢总共有1 2 3 4 5 6 7 8 9 10 11，也是11饼。上次捉的那一蜂也那一窝也是11。现在呢我们在这里等待一下，等它这个蜂进去跑重新跑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再拿袋子装它，这样子会得多一点蜂吧，因为是白天抓。现在呢我们已经回到家了啊，然后我们刚刚呢已经换了一条大一点的袋子，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冻一下，让它不那么牛，等一下再弄它，冻个半个小时这样子，因为现在呢是速冻的啊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啊，我们下期就跟大家分享怎么抓蜂的，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